出赛的日子。
谢谢今天进场的每一位悍将家人以及所有支持詹志尧选手的每一位朋友，今天特地前来新庄棒球场一起参与詹志尧选手的第1000场初赛。那这1000场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打了14年，完成了1000场，今天也上垒回来得到我们的第1分，那也在外野有守备的机会。 之后，让悍将之后可以更顺遂、更顺利，一起带着悍将们成长。 接下来邀请所有悍将的成员们，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掌声，待会儿也请大声喊出口号。